王正气甄大哥，无奈铁汉跳国标。我请了狄龙哥来演我的爸爸，狄龙哥那种正气。然后我就跟狄龙哥说，麻烦你要学跳舞。他说叫我打功夫没问题，但是我不会跳舞。我们在澎湖找了一个国标舞老师，来，龙哥把手给我，我教你跳舞。龙哥就，我只牵我老婆的手。